OK，Hello，大家好。所以之前的前两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了1.1和一部分的1.2，就是关于翻身的它整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些关于说特别的翻身，OK，so especially modulus function。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OK，就是翻身如果当成一个 machine 的话，我们可以把两个 machine 叠加起来成为 composite function。OK，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关于 inverse function。OK，所以什么是 inverse function 呢？inverse 的话呢，它的意思就是逆转嘛。OK，逆转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说，OK，所以这里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会说，假设说，如果你有一个 function，对不对？你把 a 的数字套进去，你把一套的数字 a 把它套进去，你会得到 b 的话呢？那么呢，我们讲说有一个就会有一个相反的一个 function machine，另外一个相反的 function 呢，它是做什么呢？你把 b 套进去，你会得到 a。OK，所以这里的话呢，这一个例子的话呢，我们来看看一下。OK，我们这样子这样理解。OK，所以现在我们是讲说，如果有一个 a 的 OK，然后呢，我们能够用这个 function machine。F，然后把它 OK，所以把它OK 找到它对应的 B，OK，那么呢，如果我们要用 B 来找回去对应的 A，我们就要用它的相反的 machine，就是 F inverse，OK，所以这个 F to the power of negative one，这个我们叫做 F inverse。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去看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写啊。所以要是这里比方说我们拿这张图来做例子的话，OK，我把一套进 F 这个 function machine，我会拿到五。OK，然后呢，或者说我把三套进 F 里面呢，我会得到七。我把八套进 F 里面，我会得到-10。OK，如果这样子的话呢，相反的话呢，所以现在我要，如果现在我知道说一可以联系到五，三可以联系到七，八联系到-10。如果是要相反的话，怎么样？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如果是先看，现在你看，右边这一张，所以如果我把五套进，现在是说，如果我把五套进 F inverse 的话呢，那我就会得回一。OK，然后呢，如果我把七套进那个 F inverse，我会得回三。然后我把八套进这个 F inverse，我把-10套进这个 F inverse 的话呢，我会得回八。OK，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OK，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看说这个 F 和 F inverse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OK，然后呢，有时候呢，OK，有时候我们还可以这么讲啊，因为现在我们讲说 A 是什么呢？A 是说它整套你，OK，在 F 里面你整套的 input 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 F 的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A is domain of F，然后呢，B is range of F。OK，因为我们看到说，OK，它所有的 output 呢，全部都归纳在 B 这个组别里面，所以我们就讲说 B 是一个 range of F。可是呢，如果我们看，我同样我们就想看看那个 inverse function 的话，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发现说，OK，so 现在这个情况呢，A is range of F inverse，whereas B is domain of OK。F inverse，所以你会看到说，OK，要是一个 function 和它的 inverse 的话呢，就会讲说一个的 input 会是另外一个的 output，OK，另外一个的 input 会是另外一个的 output，然后呢，一个的 output 会是另外一个的 input，所以同样我们讲说 domain 的话呢，也是说 OK，我们有 OK 有相反关系，所以这里如果我们是说以一个比较 general 的方式来写的话呢，我们就会说 domain of F is range of F inverse 这个情，在这个例子，我们是说 set A 是一个例子，OK。不过呢，OK，当然之后你看到其他题目的话，当然它会放一些不同的 set。只是这里我们记得这里，所以整体记得说 domain of F is range of F inverse。然后呢，相反的，range of F inverse is domain of F。OK。然后呢，这一个 function machine 呢，具体上面呢，OK，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样的 function 才会有它，才会配得到一个 inverse，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开始先想，到底什么样的 OK，function 才能够有 inverse 呢？所以我们就想说，OK，到底，所以我们先回到最原始的啊，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 relation 才可以算是 inverse 啊，才可以算是 function。
怎样子的 relation 才能叫做 function 呢？所以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说，要是 function 的话嘛，对不对？它只能有一个 output 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之前已经学过说。So previously, so 我们学过说 function 的话呢，它只可以是要么 many to many，哎，不对，many to one，或者是 one to one。OK，所以可是呢，现在我们来想一下，如果 OK，如果这个反 OK，如果我们要倒回来的话呢，OK，如果我们倒回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到说 OK，如果我们倒回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如果原本是 one to one 的话呢，它倒回来的话呢，还是 one to one 嘛？OK，只是说原本 A to B，one to one 的话，倒回来 D to A 还是 one to one。可是呢，如果它原本是 many to one，虽然它本身是一个 function，对不对？many to one，可是呢，如果你倒回来的话呢，它就变成 one to many，所以现在又变成说，如果它倒回来的时候，感觉它就不能够成为一个 function 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如果你要一个 function 有拥有 inverse 的话呢，它必须是 one to one。OK，所以你会看到说，基本上之前我们学 function 的时候，它条件有点严格，你必须是只能够有一个 output 嘛，所以只有 many to one 和 one to one 可以成为 function。可是呢，再进一步，如果你要它们有 inverse 的话呢，OK，那么呢，它条件就更加严格，只有 one to one 才能够成为 OK，才可以有 inverse function。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看说，OK，之前在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用 vertical line test 来测试嘛，它到底有没有 OK，它到底是不是 function 嘛？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有另外一个 test 叫做 horizontal line test。OK，所以我们要测试说它到底是不是个 one to one。OK，不过呢，我要先说是说要想要使用 OK，想要使用这个horizontal line test 之前呢，其实它一定要先已经成功经过那个 vertical line test。OK，如果 vertical line test 已经不会 pass 的话呢，就直接不用想这个 horizontal line test。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horizontal line test 怎么做呢？所以同样也是类原理也是跟 vertical line test 很像，就是说你拿一把尺，现在呢你把它打横。然后呢，你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OK，来看一下它到底 OK 这个 graph 本身呢，它经过这个 OK 这把尺多少次？OK 每一次的时候，它 intersect with the ruler 多少次？OK，所以在第一个的话，你会看到说，第一个的话呢，它就是只经过这个 horizontal line 一次嘛，OK，每个阶段的话，它都只经过 horizontal line 一次，所以这个我们想说，OK，so the graph intersect with horizontal line。Once at a time，所以这是一个 one to one。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说，so f is one to one。所以它拥有 inverse function。OK，它的 inverse 的话呢，也是 one to one 嘛，它的 input 它的 output 也是每个只有一个。OK，可是呢，第二个呢是怎么样呢？第二个你会看说，如果我们用 vertical line test。的话呢，我们发现说，诶，它会 pass 这个 vertical line test，所以它算是一个 function。可是呢，当你打横的话呢，你会发现说，OK，它在某些阶段的话呢，它会 intersect with the graph more than one time。OK，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说它如果它 intersect with the horizontal line more than one time 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它不是一个 one to one。OK，而且这个它 pass vertical line 没有 pass horizontal line，它是一个 many to one function。OK，所以它是一个 many to one，所以它没有 inverse function。OK，所以这个的话呢，这类型的题目，他们也是有时候会问，就是讲说，OK，你要知道说怎样子去 justify，怎样子去解释说，它到底为什么它有 inverse，为什么它没有 inverse？OK，所以这是关于 inverse function，我们怎样子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 inverse 的地方？OK，然后呢，OK，所以接下来我们已经知道 inverse function 是什么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能够 test 说一个 function 它到底有没有 inverse using the horizontal line test。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讲说我们要找出来这个 inverse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OK？因为之前我们学过说 function，我们可以用 function notation 把它表明出来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是讲说，OK，我们讲说 in terms of s，那时候我们都是学说 in terms of s。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放 in terms of s 的话呢，我们怎样子把这个 inverse function 找出来？
OK，所以要找这个 inverse function 之前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是说，虽然我们通常在之前学过 algebra，对不对？学那些代数的话，我们会讲说，要是是 s to the power of negative one 的话呢，它的意思是 one over s 嘛。OK，不过这个情况呢，它是不能够用在 function notation 这个上面。OK，这个 function 的这个 f inverse 呢，这个指的是 inverse，OK，okay？ 我们不是说拿它的 reciprocal，OK，okay？ 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OK，这里要记得一点是说，假设说我要找 f inverse of x，对不对？我不能够说，哎，我看到它 power 是 negative 一，所以我就 one over fx，所以这个是一个错的。OK，所以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呢？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其实要找 f inverse 的方法呢，其实它基本的原理是讲到说，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把 input 跟 output 倒转位置嘛，对不对？然后呢，原本的 rule 是怎么样子，我们就要相反着来。OK，所以这里的话呢，它的步骤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说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step four。OK，所以我们就拿一个最基本的例子来看。所以这里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 f of x，它是3x 减2。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找它的 inverse，怎么找呢？所以第一步，首先呢，我先把 s 换成 y，因为我先把 input 换成 output。s 这里的 s 是 input，对不对？可是呢，之后我们知道说它在 y，OK，它在 inverse 那里，它变成 output。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的步骤就是 let f y 等于 x。OK，然后呢，接下来 OK，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 OK，这个就是第一步而已啊。OK，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 f y 等于 s 的话呢。OK，so，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知道说 f inverse s 等于 y。OK，我们就把它，OK，当我们换位置的时候，OK，我们就讲说就是 OK，就是 f 变成 f inverse，要是 g 的话就变 g inverse，OK，and so on。OK，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的话，express s 等于 f of y。所以现在我们讲说，如果 fs 是 3s 减2的话呢，那么呢，我们知道说 fy 就是 3y 减2。OK，f of y 是什么呢？刚刚我们第一步里面讲说 f of y 是 s，所以 s 等于 3y 减2。OK，我这里再写一下 step one、step two。OK，之后你只要看到说 inverse function 啊，它的步骤都是一样的。OK，不过你这里的话，你要理解一下会比较容易记得。OK，所以第一步呢，我先把 f of s 把它变成 f of y，然后呢，我把 f of y 写成它到底是什么？OK，f of y 的话。f of s 是 3s 减 2，f of y 就是 3y 减 2，然后 f of y 是什么呢？OK，我们讲是它是 s，我把它套进来。OK，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讲说，OK，现在我们进到 step three。step three 的话呢，是什么呢？这里就开始考你们的基本功，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学基本功。所以现在我知道说 s 等于 3y 减 2，对不对？可是呢，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把它重新排列，我要得到说 y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说 y 是 f inverse of s 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找出来 y 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把 s 等于 3y 减2重新排列一下，变成 y 等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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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这一个应该很简单。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3y 等于 s 加2。我这里基本上我慢慢做啊，不过如果快的话，这里可以跳几个 step。所以，OK，重新排列的话呢，OK，s 等于 3y 减2的话，那么 3y 等于 s 加 2，y 等于 s 加2除3。所以在这里的话呢，OK，我们就会看，OK，所以我们找到 y 是这个是什么，对吗？对不对？所以 step four 最后一个 step 我们就讲说 y 是什么。所以我们在 y 在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 y 是 f inverse 嘛，所以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最后答案 f if inverse of s 就是等于 s 加2除3。OK，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的最后答案。OK，然后呢，OK，然后呢，这里的话，OK，你就来看看一下这个它的，OK，它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这是一个 inverse？OK，它的那个原理，它原理是怎么样子的？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f 这个 machine 的，OK，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ff 这个 machine 它到底在做什么？它对 s 干了些什么？所以有没有看到说它是 3s 减 2？3s 减2有没有发现说它这里？OK，它这里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要是原本是 s 的话呢，它经过这个 f，它是什么呢？先乘三，然后呢再减二。OK，先乘三再减二，我们得到它的 f of s。
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讲说，现在如果我倒转的话，现在所以先乘三再减二，它原本的 rule 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就会看到说，OK，如果它是 F inverse 的话呢，它的 rule 是什么？所以原本是先乘三再减二，对不对？现在相反的话，之后的变成之前的，所以原本是再减二，对不对？它再倒回来的时候呢，就变成先。等一下，OK，F inverse 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它是相反的嘛。OK，所以相反的话呢，F inverse 的话呢，它是做什么呢？我们就会看说它是先加二，OK，减的话，减的相反是加，然后呢，之后呢再乘，原本是乘三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倒返回来的话，乘的反义词是除。你会看到说它的 rule 是这样，所以有没有看到说它这里 y 等于 OK？所以它这里我们看到说，它就是对于 s 先加二，OK，要是有任何一个 input 的话呢，我们做的事情是先加二，然后呢再除三。OK，这个部分目前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里我们就讲说，f inverse 的话呢，它的 rule 是跟这个原本的是完全相反，OK。然后呢，只是说怎么具体上怎么相反法的话呢，这个还蛮容易解释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就是先换掉它的 variable s 和 y 相互交换，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排列。所以这里就考你们基本功，重新排列怎么样个排列法？OK，这样子 re-express y in terms of s。OK，有问题吗？OK，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下一个例子。下一个例子的话呢，我们会说这是一个 rational function。为什么呢？你看到说，OK，它是一个分数，然后呢，分数分子有 s，分母也有 s。OK，分子有 s，分母也有 s 的存在。然后呢，这一个是算是很经典的，他们每次很喜欢让你找这一个的 inverse。OK，为什么？它真的是靠你 step three 那一边在做什么？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个例子。所以之后我发练习的时候呢，里面也会有许多练习给你们，给你们来练习啊。OK，练习一下。OK，所以这里的话呢，step one 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讲说造就。OK，所以只要看到类似要你找 inverse 的话呢，step one，所以我们就讲说 let f(y) equal to s。然后呢，f inverse 如果 f y 等于 s 的话，f inverse s 就会等于 y。OK，然后呢，接下来 step two 的话呢，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先设这个情况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先写说，OK，我既然说 f y 等于 f of y 等于 s 的话，f of y 到底是什么？所以 f of y 的话呢，我们看回这个原本的 function，我把所有的 s 换成 y。OK，然后呢，f of y 又是什么呢？再看回我的情况，我是 OK，f of y 是 s，所以 s 等于2y 加3除去 y 减一。OK，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的话呢，现在我们要进到 step three，我要 express，我要重新排列过，我要把它变成 y 等于 s 的什么什么什么。OK，所以这里的话呢，怎么样子去排呢？所以这里的话呢，OK，这里的话要关键啊。所以这里我们会做的事情是，首先我先把 y 减一乘过去，所以我会得到说 s 乘去 y 减一等于 2y 加3。那么呢，sy 加 OK 不对，sy 减 s 等于 2y 加3。OK，可是你现在看到说很多，现在有多个一个 term 有 y 存在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怎么做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事情是，因为我要写成 y 等于什么什么 s 的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现在要做事情是把有 y 的东西全部往左边移，没有 y 的东西全部往右边移。OK，所以有 y 的东西全部往左边移，所以我要把 2y 搬过来。OK，2y 搬过来变成负 2y，然后呢负 s 没有 y，所以我把它搬过去变成 s 加3。OK，然后呢，下一步关键，所以你会看到说，我现在要把 y 抽出来嘛，好让我把不是 y 的东西全部丢过去。所以这里要做的事情是 factorization，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在这里就会卡住。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会说，OK，y，OK，因为 y 它是个 common factor，我可以把它抽出来，所以 y 乘去 s 减二等于 s 加3，那么呢，y 就等于 s 加3除去 s 减二。OK，所以这里的 step three 会比较长一点。不过最后我知道 y 是什么什么了，对不对？最后要做的是回想起你第一步在讲的是什么，y 是什么。现在我们说 y 是我的
F inverse，所以 F inverse S 就是 S 加3除去 S 减2。然后呢，只是在这里的话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说，因为这个是一个 rational function，对不对？我们会说，OK，它的分母一定不可以等于零，所以分母不可以等于零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先加句 s 不可以等于二。OK，所以这是 step one。Step two 都是容易的，OK。然后呢，Step three 呢，OK，就会看说根据你的 function 不同，你要懂得自己怎样子去重新排列，OK。然后呢，Step four，你再把那个 OK，你再把 F inverse 把它放回来，因为我们要真正要找是 F inverse，我们不是说找到 Y 就 OK 满足的，OK。所以第二个情况的话呢是这样子的，OK。然后呢，第三个情 OK，然后呢，第三个情况是什么？第三个情况我们会看到说，要是是有OK，要是是有 S cube 啊，有 power 的存在，OK，这一个的话呢是 cube，OK，3S cube 减4的话，它也是一个 one-to-one function，OK，如果之后我们可以用 graphical calculator 自己去画那个 graph 出来，它是一个 one-to-one，OK，不过这个情况下，我们怎样子？找它的 inverse 呢？所以这里的话呢，同样的，我们讲说，OK，第一步，let f of y equal to s。如果这样子的话呢，f inverse s 就会等于 1。OK，然后呢，第二步，OK，所以第二步我们就讲说，OK，我这样设立那个情况，f of y 是什么呢？是3y cube 减4。OK，然后呢，f of y 是什么呢？f of y 是 s，那么呢，s 等于 3y cube 减4。所以现在的话呢，现在问题是说要重新排列了。OK，所以这个的话，我让你们来试一下。如果重新排列，我要 y in terms of s 的话呢，会是什么？y 会是等于多少？花个一两分钟来想一下。如果 s 等于 3y cube 减4的话，y 就会等于。OK，这个在 Chatbox 里面可能有点难答。OK，不过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说，OK，y 应该会等于 OK，我直接先给答案，然后我们再看说做法是什么。OK，y 应该会等于 s 加4除3，然后呢 cube root，整个东西 cube root。OK，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说一步一步来看。所以首先呢，我们会说 OK。在这情况下，3y cube 等于 s 加4，那么呢，y cube 就会等于 s 加4，原本是乘3，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换成是除3。然后呢，cube 的相反是什么呢？cube 的相反是 cube root。OK，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你把那 cube 搬过去的话呢，就是说把整个 s 加4除3，OK，进行 cube root。OK，然后呢，这里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y 是什么呢？y 回到第一步，y 是 f inverse s，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得到说，f inverse s 的话呢是 cube root of s 加4除3。OK，所以这题的话呢，我们就做好了。OK，所以这边的话呢，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会看到说不同的 function 呢，OK，最直接的是一个 linear function，我们可以直接进行 OK 第直接进行排列，重新排列很容易，OK。可是呢，你会看到说有些 function 变得比较复杂的话，你要懂得自己这样子去再重新排列。
OK，所以目前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到 OK，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这是1.3的部分啊，OK，它最重要的 skill。OK，然后呢，下一个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说，OK，inverse function，因为原本的 function 有它的 graph 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个 inverse function 的话呢，OK，它的 graph 会是长什么样子的？OK，所以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说，刚刚我们是讲说，OK，要是原本是一个 input 的话呢，OK，我们之前也是学过说，要是 OK 那个 function 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graph 的方式把它显示出来、呈现出来嘛，对不对？我们讲说 x coordinate 是它的 input，然后呢，y coordinate 是它的 output。而现在呢，我们是讲说，如果 OK，现在变成 inverse 的话呢，我们讲说是 input 跟 output 交换位置，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说，OK，现在 现在原本的 output 变成现在的 input，然后呢，原本的input 变成现在 OK 变成 inverse 的 output。OK，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会看到说，只是纯粹是把 y 跟 x coordinate 交换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用 graph 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呢，我们会说 inverse 的 graph 呢，OK 很容易画。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做的事情是说，首先你要先画这个 y 等于 x 的这条线，OK，你要先画这个 y 等于 x 的这条线。OK，然后呢，什么呢？要是你原本的 graph 是怎样的，对不对？你要找到 f inverse 的 function 的话，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去找它的 reflection，OK，你就把它折过去，OK，你就看说，OK，你就把那条 y 等于 x 那条线当成一面镜子，然后呢，你就看说这个镜子它这边反射过去的话呢，它会是怎么样子的？OK，它反射过去的话，它是长怎么样子的？OK，所以这个反射过去的话呢，要记得说，当我们反射过去，镜子反射的话呢，原理的话呢，OK，或者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它 image 的原理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讲说它距离，OK，它和中间镜子的距离是保持一样的。OK，你看到说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跟这里到这里距离是一样的。OK，所谓的距离是指90度距离。OK，然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跟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一样的。OK，这是我们所谓的 reflection in the line y equal to x。OK，所以这里的话呢，有时候你会怕说不知道怎么画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用几个点来帮助你。OK，比方说这个例子，所以要是我想要画这个的 inverse way，可是它是一个 curve 嘛，有一点难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先拿几个点，比方说这个点是什么呢？这个点是20。那么呢，我们知道说 reflect 过去的话，x 和 y 交换位置，它会变成02，就刚好在这点。有没有看到说它对应的点是这个？OK，然后呢，假设说这里还有另外一条线是什么呢？这个是OK 1、2、3、4、5。假设说这是五，OK，其实另外一个点是 OK 可以用的是说另外一个点是62，OK。62的话呢，我们就想说，OK，不确定。那么呢，我们就把62把它翻过去，OK，我们把62就把位置倒转下，变成26。你会看说它的位置就大概在这里，OK。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 reflection。然后你就大概看一下形状，大概描一下。然后呢，OK，再检测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如果我把这个把它翻过去的话，我把它翻过去的话呢，是不是刚好就在同样的位置？这是说你怎么样子去画 reflection。OK，然后呢，另外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呢，OK，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你就会看说，OK，这个同样也是说这两条线呢，它们是 reflection to each other in the line y equal to x，y equal to x 是一面镜子，然后呢，它们的很像镜像。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所以就是说我们怎样子去画它的 inverse function，因为有时候题目会给的就讲说，它就随便丢给你一个 graph。他随便就给一个 graph，他不告诉你说那个 graph 是什么来的，然后他就要你画他的 inverse，怎么样画呢？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记得说，先画一个 y 等于 x 的这条线，证明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第二步，你就画它的 reflection，OK，reflection in the line y equal to x。OK，这边 OK 吗？然后为什么是 reflection in the line y equal to x？因为我们讲说，基本上它发生事情就是 input output 交换位置，x coordinate y coordinate 交换位置。OK，这边有问题吗？
OK 啊，然后呢，OK，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讲说关于这个 immersion 呢，有几个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OK，所以第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点我们是讲说，OK，因为这里我们就用 composite function 的方式来去理解啊，OK，不过这里的话呢，我们先知道说，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是讲说什么？假设说，OK，假设说，如果你把 S 这个号码套进。OK，套进 F，OK，套进 F 当中，OK，你得到 Fx，然后呢，你把这个 Fs 再套进 F inverse 当中的话呢，OK，那你会得到原本的，OK，原本的号码，OK，所以这是这一个他在讲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把 S 套进 F 当中，然后呢，又套进把这个结果又套进它的 inverse 的话，你会拿回自己本身。OK，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会说，如果有一个 S，OK，你就想相反着来。如果你想要先把它套进一个 F inverse 里面，你得到 F inverse of S，对不对？然后呢，OK，我们知道说它，然后你又把这一个东西放套进这个 F 当中的话呢，那么呢，OK，你又会得拿回原本的 S，所以这是这一个在说的东西。OK，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只要 OK，只要你看到说 OK，只要你看到说两个 function composite 在一起，对不对？你得到 S，对不对？OK，那么就代表说这两个 function 它们一定是 inverse to each other。OK，F 是 F inverse 的 inverse，F inverse 是 F 的 inverse。OK，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啊，是什么呢？这个的延伸，OK，应用是什么呢？是想说，如果他告诉你两个 function，对不对？他用不同的字母来代表，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你会看到说，无论你怎样子套，对不对？OK，你先套 G，然后再套 F，或者说你先套 F，然后呢再套 G。如果这两个都能够让你得到 S 的话呢，OK，如果这两个无论你怎么做，无论你怎么套它的 composite，你都会拿到 S 的话呢，那么呢，你也可以这么说，这两个 function 是 inverse to each other。所以说，OK，所以我们现在说 F 是 G 的 inverse，G 是 F 的 inverse。OK，像这类型的话呢，有时候他们会放在证明题里面。OK，证明题，所以说，如果他要你证明说，OK，怎样子证明说两个 function 是 inverse to inverse to each other，或者说怎么证明说一个 function 是另外一个 function 的 inverse？所以这句话呢，你要证明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要找它的 composite function，证明说它们都是等于 s。OK，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点。OK，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只要你看到说他们特地把 s，OK，管它什么号码，对不对？他们好心的把它套进 f inverse，然后又套进 f，或者先套进 f，然后再套进 f inverse 的话呢，想都不用想，直接马上知道说它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它自己本身。OK，所以这是 OK，就算你不知道那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对不对？OK，你不需要去想。OK，就是讲说你一看到这个情况，那么它一定是出来是它自己本身。OK，那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说，如果你发现到说 f of s 一个 function 跟它的 inverse 的写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话，OK，如果 f inverse 跟 fs 都是一样的写法的话呢，那么呢，这个 function 是我们所谓的 self inverse，OK，自己 inverse 自己。OK，然后呢？所以这里最好的例子是 f(x) 等于 one over s，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下，我们来尝试找它的 OK inverse 啊，所以我们讲说，OK，同样的照原本的步骤，let f of y equal to s，然后呢，f inverse x will be equal to y，然后呢，f of y 是什么呢？f of y 是 one over y，然后呢，s 等于 one over y，可是呢，当你重新排列的话，你会发现说。y 也是等于 one over s，所以 f inverse s 也是 one over s。有没有发现到说 f of s 跟 f inverse of s，right 是一样的东西，都是 one over s。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叫它 self inverse。OK，然后呢，self inverse 的话呢，它的 graph 的话呢，会有什么特别呢？要是用 graph 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我们会说。所以这个我是写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用的 graph 方式来理解的话呢，我们会说它这个 graph
是在 OK，它的 graph 是完全对称，怎么个对称法呢？它是在 y 等于 s 的这条线上对称。OK，就代表说，无论你怎样 reflect，对不对？你都是 reflect 回一样的样子。OK，所以这句话呢，OK，one over s 的它 graph 是这样子。稍等，这个我画的不美。OK，你会看到说它是完全 OK，它这个 curve 呢，它是在这条线上进行对称的。OK，它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是在这里。OK，所以这是我们属于的 self-inverse function。它特别的地方是 OK，它是 symmetrical at the line y equal to x。Symmetrical in the line y equal to x，这是这个 self-inverse function 的特别之处。OK，然后呢，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是说，虽然我们讲说 many to one function 它不可以有 inverse，对不对？可是呢，有时候当你把它 OK，你把它修一下呢，它也是可以有变成 one to one。OK，我们可以把 many to one OK function 把它修一下变成 one to one function。OK，怎么做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limit 或者说 restrict the domain，就是说控制一下它的 domain。控制下它的 input，那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自己 OK 把它变成一个 one to one function。OK，所以拿刚刚这个例子呢，这个是一个 many to one function 嘛，所以我们讲说它原本不应该，原本它没有这个 inverse function 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说 OK，假设说这个 value 是三。OK，如果我 limit 掉它的 domain 的话呢？如果我 limit 掉它的 domain 的话，变成说，我现在说只有 s 超过三才能够进。如果我把它 limit，OK，我把它 domain limit 掉的话呢，控制一下，那么就代表说这前面一般的 curve 不见了。OK，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说，OK，意思说我把它这个 graph 剪掉一部分，对不对？剪掉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它变成一个 one to one function。OK，你就会发现说现在它就可以开始 pass 一个 horizontal line test 了。OK，那么呢，如果它现在变成 one to one，那么呢就变成说，OK，它现在就开始拥有 inverse function。OK，不过 OK 不同的修法，OK 它修法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讲说另外一种修法呢，我可以做事情是，OK，我现在我控制我的那个 input，我是说，OK 只有 s 小过负三，OK 小过三的时候才能够进。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说，OK 就代表说另外一半的 curve 呢也是去掉。然后你会看说，OK，它又变成一个 one to one function，OK，我们可以把 many to one 变成 one to one，怎么做呢？我们 restrict the domain，OK，所以有时候你们会看到题目，比如说它是这样问你说，OK，我怎样子把这个 domain，OK，我怎样子把这个 many to one 变成 one to one 呢？restrict the domain，控制一下你的 s 的范围，OK 吗？所以这是关于这个 inverse function 的另外一个要知道的东西。呀，不过基本上 inverse function 的东西不多，有点多，但是也不多。它题目的话呢，都是围绕着这些点，OK 来问的。OK，所以这里的话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OK 啊，然后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OK，现在我们再一次回到 composite function，OK，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 inverse function 呢，怎样子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关于 composite function 一些更复杂的部分。OK，所以 composite function 1.2里面呢，上次我们只是学了说，OK，我怎样子把两个 function 把它组合起来嘛，变成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 嘛，OK，然后呢，现在呢，新的问题是说。假如我有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然后呢，我还知道说另外一个它的原本的 function 是什么。OK，如果这样子的话呢，OK，我怎么样子去找到它的原本的另外一个 function？OK，所以之前我们是讲说我们怎样从两个 function 找到一个 composite，对不对？现在是说我们怎样从一个 composite 加上一个原本的 function 找到另外一个原本的 function。哎，所以在这里的话呢，OK，我们先大概，我先用几个字眼词汇啊，我先大概讲一下，OK，我们讲，OK，我说，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词，OK，所以假设说我有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对不对？f of g of x，那么呢，这里的话呢是什么呢？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会说 g 的话呢是我们的 inside function 在里面的，先套的，OK，先套进去的 function 叫 inside function。OK，然后呢，比较外面的这个我们叫做 outside function。
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说，要是像这类型的题目的话，composite function 给你，叫你找另外一个的 function 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说给你一个 composite，然后呢再给你一个 inside function，让你找 outside function，或者说给你一个 composite，然后呢给你一个 outside function，让你找 inside function。OK，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 case。OK，第一个 case 比较容易的，OK，这个是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有 composite function，我们也有outside function，然后呢，我们要找 inside function。OK，所以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说 f of s 是 s 点三，然后呢，这是一个 outside function 嘛，因为我们看到说 f 是给了 OK，然后呢，可是 f of g of s 的话呢是 2s² 减 4s 加7。OK，所以像这样子的题目的，像这类型，如果它有给你 outside function，没有给 inside，可以让你找 inside function，怎么做呢？所以这里的话呢，很容易啊，像这类型很容易。然后呢，我们怎样子理解？我们理解的方式是说，这个 f of g of s 是讲说，我把 g of s 套进 f 里面，我会得到 2s³ 减 4s 加7嘛。OK，所以这一块我这样子我重新写啊，我写的理解方式说，我把 g of s 套进 f 里面呢，我会得到 2s² 减 4s 加 7。OK，所以这里它原本给是 function notation，不过我把它写成一个 equation 形式。然后呢，我知道 f 是什么嘛？f 是干嘛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如果 f of s 是 s 减三的话，那么 f of gs 就等于，所以我们就讲说，我把所有的 s 变成 gs，所以变成 gs 减三等于 2s² 减 4s 加7，然后呢，gs g of s 是什么呢？就马上直接找出来了，就是 2s² 减 4s 加10。OK，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容易的？你只要记得说，你就把这个 inside function 把它套进 outside function，对不对？然后呢，你就 OK，然后呢，你就再重新排列一下，你去找到 inside function 是什么了。OK，然后呢，再来一个例子啊。OK，所以现在还是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f of s 是 s² 加1，然后呢，f of g of s 是 s² 加 4s 加5。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找 g of s 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们讲说 g of s 是什么呢？我把 g of s 套进 f 里面的话呢，我会得到 s² 加 4s 加5。OK。不过呢，OK，g of s 套进 f 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从左边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好，我们会得到 g of s square 加1等于 s square 加 4s 加5。OK，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说，我要找的是 g s 嘛，我要把那些其他的东西把它丢去另外一边，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一步步来。g of s 的话呢，square 是等于 s² 加 4s 加 4，然后呢，有些人可能讲说，OK，如果这样子的话呢，g of s 就等于 square root of s² 加 4s 加 4，然后呢，问题是说，OK，有些人可能做到这里，哦，好像感觉上满足了，可是呢，MF 里面没那么简单，OK，你还要继续下去。怎么一个继续法呢？这里就开始回到，OK，就要开始回到你们 form math 的 OK 的 quadratic 了。你看说这是 power 二，对不对？power 二、power 一，然后 constant，所以这里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 factorize 它。OK，s square 加 4s 加4呢，其实是 s 加2 square。OK，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先看一下 s square 加 4s 加4，这个是属于。就用回你们之前学过的 butterfly method，所以我们看到说是 OK。等一下写法的话呢，我们就说 s square 是 4s，所、so, 2 s 2 OK 2 2 4 s s 就等于 s square。然后呢，这里我们会得到 4s 的话呢，是因为这两个都是正的。OK，所以我们得到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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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2s 的话是 4s。OK，所以这里我们得到说是 s 加 2 square。然后呢，你就看到说有 square root 跟 square 的话呢，这两个是相反的东西嘛，对不对？存在在一起的话，相互抵消。所以你的 g of s 其实是 s 加2。OK，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点，不过你会看到说，不过大致上的做法呢，都是直接先把 gs 套进 outside function，已经给了我们的 outside function，然后呢，我们再 OK，然后呢，我们再慢慢做出来。
OK，这个部分有问题吗？OK，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OK，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比较难的啊，OK。不过呢，这里是 OK，它是难在哪里呢？它这里的问题是说，OK，我们有的是什么？OK，我们现在我们有的是OK，composite function，我们有的是 inside function，可是现在呢，我们要找的是 outside function。OK，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又要怎么样子去找？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我们用刚刚的那个逻辑去想的话，OK，我们用刚刚的逻辑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说你会很快卡住。为什么呢？我们拿第一个例子，f of s 是 s 加 1，g of f of s 是 s square 减 2s 减3。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如果首先我先把它写出来，g of f of x 是等于 s square 减 2s 减3。如果这样子的话呢，OK，如果这样子的，如果我直接把 f of s 直接套进去的话呢，你会发现说，OK，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继续下去了，OK，而且呢，你不能做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够说，哦，这个是 g 乘以这个不是相乘，这个不是相乘。现在的这个 g of s 加一是讲，我把 s 加一套进去的话呢，我拿到这个 s square 减 2s 加减3。OK，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怎样子继续呢？OK，所以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为什么刚我会先教 inverse，虽然在课本里面它是先教这个部分，再教 inverse 啊，不过这里我会先教 inverse 才教这个部分，为什么呢？所以现在的话呢，OK，我们要回想起刚刚的 rule 是讲说什么呢？你把 f inverse 套进 f 的话呢，你会得到原本的 x。OK，所以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说，如果我要找回原本的 g of s 的话呢，是什么呢？我要把这个 fs 变成 s 嘛，对不对？怎么样子呢？所以我会想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把这个 OK，我要把 f inverse of s 套进 f 里面，让它变成 s，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找回原本的 g of s。OK，所以这个有点像是multiple composite function 啊，所以这里的话呢，你会发现说这类型的题目，OK，只要看到是 outside function 不知道 insert 给 inside function 的话呢，你第一个步骤你可能要做的是先找 inverse，OK，你要找 inverse，因为 OK 这里的基本原理是因为这个。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先找 f inverse 嘛，对不对？所以 f inverse 的话，先找一下，如果 f of x 是 s 加 e 的话呢，那么呢，我们来找 f inverse 的话，fy 等于 OK，y 加 e，然后呢，OK，所以我们先 OK y 加 e，然后呢，接下来 s 等于 y 加 e，这里我已经开始级数做法，OK，之前 OK，因为大家还不熟的话呢，最好一步一步来，OK，不过这里我是快速做，OK，然后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找到说 y 等于 OK s 减 e，OK，所以 f inverse of s 就是等于 s 减 e。OK，所以我把它套进来的话呢，是什么呢？所以如果我把 f inverse s 套进 f inverse s 套进 f of s 的话呢，然后呢，再 OK，然后再把这整个东西套进 g 里面，那么呢，就是代表说我把 s 减 e 套进这个 graph，OK，这个所有的 s 我把它变成 s 减 e，OK。这里我只是在讲解释它的原理啊。不过真正做法的话呢，学校老师教你们的也应该不会这么复杂，OK？不过呢，我教你们原理，它的原理是这么样子来，OK？原理是什么？原理是记得说，因为 inverse 和 OK，f 的话呢，两个组合在一起，我们会得到 s。OK，我先写一个比较复杂，OK，看起来比较复杂，不过它是比较符合原理的做法。然后之后我们会教说，OK，真或者更快一点的做法怎么做。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OK，这里的话呢，我们在简化下，我们会得到说，s 减 e square，记得不是 s square 减 e 啊，这个很多人地方会做错，很多人会做错的。s 减 e square 是 OK，s 减 e 乘以 s 减 e，应该会拿到 s square 减 2s 加 e，减去什么呢？二，OK，减2乘去 s 减 e，这也是很多人会犯错的地方，应该是加2，负 2s 加2，然后呢减3。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说，这里左边的话，f 跟 f inverse 结合变成 s，所以得到 g of x。OK，然后呢，这里右边的话呢，我们再把它稍微简化下，s squared 减 4s，然后呢，呀，一加二减三，OK 零，OK，所以这里是 s squared 减 4s。OK，所以这里如果你想要再次，你要再重新验证一下你的答案的话呢，可以怎么做呢？你来试一下把这个 s 加 e 把它再套进去看一下，s 加 e square 减四乘去 s 加一，那么呢就是 s square 加二 s 加一减四 s 减四，OK，对，是 s square 减二 s 减三。OK，这个是验证方法的话呢，OK，验证答案的话呢，你就把那个你的答案在你再自己找一下那个 composite function 会不会对？OK，不过这里的话呢，它原理就是说先找 inverse，OK，然后呢再把它 sub 进去，OK，先找 inverse，然后呢再把它 sub 进去。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会说这个是叫做所谓的 fish method。OK，什么叫做 fish method 呢？所以这句话我们是讲说。OK，先 identify inside function，identify inside function，然后呢，OK，so，然后呢，OK，I 的话呢就是 find the inverse，find the inverse，I，inverse，OK，然后呢，S 的话呢是叫做 substitute，你把它 substitute the inverse into the composite function。把它 sub 进那个 composite function 里面，然后呢，他们讲说 h 就只说 happy，你找到 outside function。OK，所以这个 OK，所以这个是它的背后原理。OK，不过呢，课本里面教的话呢，它是怎么教呢？OK，他会讲说 OK，你只是纯粹你要做 OK，要是课本做法 OK，我们是说它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gf of s 是等于 s square 减二 s 减三，然后 fs 的话是 s 加一嘛，对不对？OK，然后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OK，所以现在他是讲说，OK，我就 let y，我放一个新的字母进来，我放新的 variable 进来，let y 等于 s 加一的话呢，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的话，OK，同样是换位置，那么呢，s 就等于什么？s 就等于 OK 一减，哎，不对，y 减一。你会看到说，其实之后做法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不过呢，这里的话我们解释原理的话，要用 inverse 的方式来理解。OK，然后呢，这里下一步是怎么做呢？OK，这个是一个 key step。OK，课本方法的话，这是一个 key step。然后呢，OK，你会看到说，OK，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事情是，现在呢，OK，s 加一是 y 嘛，那么呢，g of y 就等于 s 是什么呢？s 你全部把它换成，所以变成说下一个步骤，你先让一个新的 variable 成为那个挂号里面的东西，然后呢，现在你把所有的东西换成 y，所以是 y 减一 square 减二乘去 y 减一。减三，不过你会看到说现在开始做法好像，只是现在 s 和 y 不一样而已。所以这里同样简化下，你会得到说，不对，这里是你会得到 y square 减四 y，我这里省了一点 step。然后呢，这里你知道说 g of y 是 y square 减四 y，对不对？最后你再把它换回去，要是是 s 的话，就是 s square 减四 s。OK，所以这个是 OK，这个是另外一种做法。OK，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是说它是一个要是用中文来讲的话啦，OK，它是叫做换元法，就是讲说你把这个一个 variable 换成另外一个 variable 换元法，OK，然后呢，我们就是什么呢？Let y，OK，就让也可以新的的话，我们就让 y，OK，有 s 的话就 y，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排列。不过这重新排列的过程，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像类似找 inverse 的方式，OK，所以它的 concept 就是关于找 inverse。不过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来看啊，为什么这个方法呢？其实，OK，这课本的方法呢，它其实更好用，OK，更好用。我们用下一个例子来看，为什么它更好用？所以同样这一题，我会打算做两个方法。然后呢，OK，你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根据那个 fish method，我们先来找 inverse。OK，所以这是一个 outside function，这是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然后呢，我们讲说，OK，我用 fish method，所以我要先找 f inverse。
OK，所以如果 f of s 是等于 s square 加三的话，那么呢，OK，所以我要找 inverse f of y 就等于 s。OK，所以这里换的 f of y 的话呢，就是等于 y square 加三，s 等于 y square 加三，那么 y 就等于 square root of s 减三。OK，所以 y 等于 square root of s 减三的话呢，OK，然后呢，那么就代表说 f inverse。OK，f inverse s 的话呢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s 减三，然后呢，现在你把它 sub 进去，f g f of f inverse s 的话呢，就代表说我把 OK，我把 f inverse 把它套进这个里面，s 减三 square 加三，然后呢变成说什么呢？现在变成说 OK，square root 和 square 又再一次抵消，所以剩下 s 减三加三，所以这里我们得到。2s 减6加3，或者 2s 减3，这是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抵消吧，所以这里变成 g of s 是等于 2s 减3。OK，所以这个的话呢是要是回到这个Fish method 的话呢，OK，这是我们的做法。OK，可是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的做法是，要是课本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说课本比较快呢？因为这里我们来看啊，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想说，现在是 g f of s 是等于 2s square 加3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讲说 g of s square 加3等于 2s square 加3，然后呢，这里你会看说它快的地方是哪里？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也是同样说 let y 等于 s square 加3。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可以不要做完它，OK，我只要知道说 s square 等于 y 减三，我就够开心了，OK，我就不用把它 square 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看到说 g of y 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把 s square，OK，我们只需要把 s square 把它替换成有 y 的，OK，整个 s square 把它替换掉，所以就是2y 减6加3，然后呢，2y 减3。OK，你看说一样的答案，然后呢，这个步骤会比较快，因为你不需要特地去慢慢找它的 inverse，OK，它的 inverse function 之类的。OK，所以这个的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说两个方法，OK，要理解它，要懂得理解它的原理啊。OK，这样子的话呢，你才知道说有时候题目难的时候，你其实是要回到原理才能够回答。OK，不过呢，如果要快的话呢，OK，课本方法。OK，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composite function 的话呢，OK，我们怎样子去找它的 individual function，管它是 inside function 还是 outside function，我们都能够找。OK，所以今天这里最后呢，OK，我们会看一下，OK。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说，这是通常他们会归纳成 K-8 question style。然后呢，不过呢，这一个呢，OK，又是非常常见的题目。OK，稍等一下，我不确定发生什么事情。OK，然后呢，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类型的题目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它是 composite function，然后呢，它可能会传播一点的那个就是说关于怎样子找一些 individual function，或者是说 OK，它是先 OK，它也会让你去找一些的 inverse。OK，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两题都是课本的题目啊。OK，so 第一题的话呢，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the relation between P, Q and R, P 和 Q 和 R 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呢？P maps to Q。OK，从 P 到 Q 的话呢，所以这里你会看到说有图案的话呢，一定要善于利用啊。OK，所以从 P 到 Q 的方向是 s 减一除三。然后呢，从 P 到 R 的话呢，从 P 到 R 的话呢，就是 f of g of s。等于 s square 减三 s 加六。OK，所以其实看到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说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 information 是我们要知道的。OK，首先这里有没有看到说 OK 从 P 到 R 是一个直通路？OK，不像从另外一边的话呢，你会看到说是从 P 先到 Q，然后呢再到 R。所以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图跟上次我们学的 composite function 很像？OK，你会看到说从 P 绕到 Q 再到 R，可是呢，我们把这两个把它简化一下，我们就直接从 P 到 R 直通车。
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OK，我们 OK，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而且它这里你又看说从 P 直接到 R，它是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 的表达形式，对不对？OK，这个表达形式又是什么呢？是 S 套进 G 里面，然后再套到 F。OK，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其实 OK，所以它是先 G 后 F，所以这里的话是先 G P 到 Q 是先 G 后 F。OK 吗？所以这是说你这样子从它的这些 OK 这些 symbol 里面，对不对？得到有用的资讯。OK，所以这里第一题就能够做出来了。它就告诉你说什么呢？它要你从 P 到 Q 那个它的 function notation，用 function notation 方式把它的 function 写出来嘛，对不对？可是呢，现在我们所以这里，要是你刚刚没有从它你得到有用资讯，你会不知道说 OK 这个 P 到 Q 到底是 F 还是 G。OK，还是我要自己要带一个新的字母进来。可是这里的话，我们了解它的符号，我们就知道说 P 到 Q 是 G。所以写法 using functional notation 就是 G 只是一个 function，把 S 变成什么呢？把 S 变成 S 减一除三。OK，所以这是 A 的答案。然后呢，B 是什么呢？B 的话呢，它是什么呢？B 的话，它是讲说。他要你找出来这个把 Q 变成 R 的那个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第一个我们就会知道说，刚刚我们理解的是讲说 F 它是一个我们 OK，F 是这个 function 的符号，OK，F 是这个 Q 到 R 的 function 的符号。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然后我们再看整体的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说，现在这题就是它给你一个 composite function，先给你一个里面的先。现有的 function，然后呢，要你找外面的 function。OK 吗？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重新写啊。OK，我们重新写的话呢，这样子的话更容易明白。fg of s 是 s squared 减 OK，所以现在我们有的资讯是 fg of s s squared 减三 s 加六。可是呢，OK，我们刚刚 OK，等一下，我们刚刚找出来了 g of s 的话呢是 s 减一除三。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有 inside function，我们有 composite function，还有我们找的是 Q 到 R，这是一个 outside function，所以这里我可以先写下。那么 f of s 是什么？OK，这是我们要找的。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讲说，OK，既然是 inside function 有了，那么呢，我们就用 inside function 的方式。OK，这里我用课本的方式啊，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就先把 g of s 带进去，s 减一除三等于 s squared 减三 s 加六。OK。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讲说，OK，所以这里我就 let y 等于 s 减一除三。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 s 就等于三 y 加一。OK，然后呢，把它套进去，OK，把 f of y 把 s 减一除三变成 y，它就等于 OK，把所有的 s 变成有 y 的，OK，三 y 加一 square 减去三。OK，三 y 加一，三乘三 y 加一，然后呢加六。OK，这里的话呢，就给你们来试一下，你们能够试着 simplify 这个吗？OK，所以这个算是基本功啊，不过呢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是会做，可是就是粗心，很多地方粗心。OK，你们来试一下 simplify 这个下，然后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最后我们要把 y 变成 s 嘛，对不对？OK，不过我们先写一下 in terms of y 是多少，最后呢再把它换成 in terms of s，那就是我们最后答案。OK，给你们一点时间，然后呢，试着简化一下，然后呢，呀，告诉我是多少。
OK，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就来写出来啊。所以 3y 加 e square，第一个步骤，这不是 9y square 加 e，OK，、okay? 这是 9y square 加 6y 加 e。然后呢，负三乘去 3y 加 e，这是 OK 减 9y，OK、okay, 减 3，OK，、okay? 然后呢加6。所以这些全部把它简化的话呢，我们会得到说是 9y square 减 3y，然后呢。一减三加六，OK，七减三加四，OK，所以这 OK，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最后答案，我们要写 OK，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最后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写说它是 f of s 等于九 s square 减三 s 加四。OK，所以这边有问题吗？OK，没有问题啊。OK，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题。OK，所以这题的话呢，又是全部组合在一起。OK，然后呢，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呢？OK，说、这里有一个 diagram，然后呢，the function f maps set A to B。OK，从 A 变成 B 的话呢，它是经过一个 function f。然后呢，G 的话呢，它是做什么？G 是把 B 里面的变成 C。OK，然后呢？所以这里的话是什么呢？所以这一块呢，它告诉我们说，in terms of s, the function that maps b to a。现在话问题是说，如果是从 b 变回 a 的话呢，这是什么？OK，从 b 变回 a 的话呢，首先你会看到说，它其实要你找的是说，因为 a 到 b 是 f 嘛，那么从 b 回到 a，这是一个 f inverse，所以它其实要你找说 f inverse 是什么。OK，所以这里的话呢，AE 的话呢，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会说，首先从这个 graph 呢，我看到说，我把 s 套进 f 里面，我会得到 3s 减2。如果这样子，他要我找 OK，然后他问题是要我找那个 f inverse 是多少？所以 f inverse 的话呢，OK，我们就会说它是 OK，所以这里又是先同样，OK，fy 等于 3y 减 2，s 等于 3y 减2。所以 y 等于 s 加2除 3，所以 f inverse，OK，f inverse s 的话呢，等一下，我这里有点跳 step 吧，OK，不过呢，这一块是等于 s 加2除 3，OK，补充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会说，因为我这里是 let fy 等于 s，f inverse s 等于 y。OK，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g of s 的话呢是多少呢？OK，G of S 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OK，它这里我们有的资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我把 3s 减2套进 G 里面，OK，我把 3s 减2套进 G 里面，我会得到 6s 加1。有没有发现我把 fs 套进 G 里面，我得到 6s 加1？OK，这又是一个找 outside function 的题目。所以这里怎么做呢？OK，我们又是 let y 等于 3s 减2。如果这样子的话呢？OK，如果这样子的话呢？OK，s 就等于 y 加2除 3。OK，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个好像有点共同点嘛，对不对？OK，就为这是为什么我说它的原理是这里来的。OK，不过这里我们就 OK，那么呢，我们就把这带进去。g of y 是什么呢？6乘以 y 加2除3加1。那么呢，六乘 y 加二除三，那是2y 加4加1，所以就是 2y 加5。所以说 g of s 是等于 2s 加5。然后呢，接下来 OK，B 的话呢，这题又是什么？这课你会告诉它是很多综合题啊，OK。然后呢，它现在要我们找什么呢？Value of s such that f of g of s equal to 4s minus 3，所以它现在要我们找 s 到底是多少能够让 f of g of s 变成 4s 减3，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要做事情是先找出来到底什么是 f of g of s。所以说 f of g of s 的话呢，就讲说我现在的话呢，它不是先套 f 再套 g 啊，现在是先套 g 再套 f。所以有些人他们可能直接把 6s 加1放进去用，可是不是啊？OK，记得它的次序。
是 s 减三，然后 f 是什么呢？f 是 s 加二除三嘛，所以现在变成2s 加5加2除3等于 4s 减3。OK，然后呢，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2s 加7等于 12s 减9。然后呢，重新排列的话呢，我们会得到说 10s 等于 16s 等于8 over 5。OK，或者说1.6。OK，然后呢，重新再检查下你的答案。OK，这里的话呢，我们讲说，有时候看到分数感觉像是你不安，对不对？检查下答案，怎么个检查答案法呢？所以你自己来，我们就是个别放进左边和右边，右边先。OK，所以说 OK，要是是8 over 5乘去4，然后再减3，我们得到17 over 5。OK，然后另外一边呢，把 OK，所以我们试着说，我们来找 f of g of 8 over 5，我们先把8 over 5套进 g 里面，8 over 5，然后呢乘2加5，所以我们得到41 over 5，所以就等于 f of 8.2。OK，然后呢，我们再把8.2这个放进 OK，所以8.2加2，然后呢再除3。OK，对，也是17 over 5，所以这里我们就确认。OK，这里我们也知道17 over 5，所以我们就确认说左边和右边一样，这是一个正确答案。OK，所以你会看到说这里做题的时候，我已经顺便在教一些 OK，怎样子检查答案的方法啊。OK，因为在做 MF 的时候呢，OK，懂得原理是一回事，回答题目是另外一回事。OK，所以回答题目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它流程是这样：先了解题目，先了解题目里面所有给的资讯，题目里面给的资讯你要自己再去分析。OK，你要自己再去分析，然后分析之后呢，然后你再看说 OK，我要先找什么，我能够先做什么，然后找到答案呢，也不要马上就这样子过了，你一定要懂得再找回去说 OK，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的答案？OK，所以目前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OK，没有问题啊。所以没有问题的话呢，其实今天其实我们第一课就这样完成了。OK，然后呢，所以我大概先讲一下下个星期的计划。OK，下个星期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先进到第二课，因为这里全部东西都还很新，大家都要花点时间去思考。OK，而且学校应该也会在这一两个星期里面开始教这些课，然后大家可能在做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下个星期的话呢，我们就是专门来做 Q&A session，然后呢，就是讲说大家有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提前发进那个 WhatsApp group 里面，然后呢，OK，我们就 OK，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讨论，OK，当然我自己也会预备一些题目，这样子的话大家一起，然后到时候我可能会先发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来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讲说，如果我发给大家的题目呢，好像大家想不会做的话呢，OK，也是可以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OK，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